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密世界。今天我们玩的是躲猫猫。半仙，你这个话说慢了，是要扣钱吗？一下说的那么快，变变变！哎，我们看看可以选队吗？红队是不是找人的？那我要去变成躲藏队，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牛波音的地方。开始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嘚儿嘚儿嘚儿，这有迷宫，迷宫咱们不去哈，这边也不是我的菜。这还有动物园。哦，影院、图书馆，对，就是图书馆。我之前在这边啪啪砸脸过，看我的哈。这个皮肤不太 OK， 咱们得赶快换个皮肤。我换，保证让他们找到天荒地老都找不到我。这搁哪呢？得找一个不露脚丫子的。这皮肤太多也是一个烦恼。往上面，我记得，对，这种擎天柱、大黄蜂都可以。别炸图，好嘞，这是一个好位置，好呀，好位置。咱们打开小地图，这能看到队友的位置，能不能换一个视角看一下这其他人？咦，赶快回来，让我瞅一瞅，橘猫。是 Hey Majesty the Queen， 这英语又进步了 ，Queen， 好像是女王的意思。好，女王你好，来找我。赶快。求虐，能找到我奖给你鼻屎吃，不让我打，应该打鼻疙瘩，对对对，鼻疙瘩。找到我，奖给你，鼻疙瘩，鼻子的鼻，怎么找不到鼻？鼻，哦，鼻，疙瘩。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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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站在这个上面连个小黑点都没有，然后一趴直接隐身，你真恶心，又夸我干什么？人家都说我变态，你才说我恶心，低调低调。再给你两分钟吧，你带个坐标，你发坐标，我发个锤锤，我发坐标，我的坐标，给他打个假的。我得想一个比较溜的哈，一三一四点儿
五二零点六六六，都是星星。想什么呢？坐标。741.741.741，还是打不出去。啊，我一不小心按住变身了。直接嘎了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想不到他们没有找到，我把自己给玩死了。那好吧，咱们今天就先玩这了，先赞后看，养成习惯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